加拿大中文电台，中文电台。本周下午四点，吹吹音乐风，大人物 Star DJ。十个男人几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十个男人几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。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，你们好，我是 Namely 黄明志，我是本周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。就在这个星期五下午四点，在 Tracy 的吹吹音乐风节目中，和大家聊聊我的全新创作专辑 We No Minimum。 我是 Namely， 那就慢慢做起来，一步一步来，若不是天才就慢慢灌溉，跌倒慢慢站起来，推翻再重来，不害怕挫败，最怕在原地等待。总有太多意外从天上掉下来。